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星的灰蟒案，龙香崛起超级哦，是龙香哦，那不是龙娘哦，那个发音蛮奇特的一个字哦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这个明达队哦，明达队非常暴力的一个队伍，基本上这是算是一个暴力性的测试哦，来测一下这个暴力有多暴力。可以看到四康博就全部送走了，非常暴力。靠，怎么都这个啊？哦，基本上这个做两康博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差一跌跌，差一跌跌。那我们现在两康博就是加新珠，好不好？哦，除 CD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哦，对于这个队伍来讲。哦，这个两 combo 做的全部都是新珠。哦，三 combo 都新珠，非常好。哦，除 CD 是比较难的哦，因为大家知道我的部分是比较长的部分哈，CD 的部分哈，所以这个除机相对的难度会高一点点。不能再被打太多血量了，不然等一下会回不回来。哦，因为接下来这只是攻击力是10533，哦，攻击力蛮大，所以血量的部分我要先把它顶回来哦。可能不小心会被我送走，哎，没错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队的暴力的一个程度是有多夸张哦，所以怕还没打到网的时候，我已经把 CD 还没除到，我就已经打到网了。哦，刚刚算了一下攻击力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要三 combo， 我，哦，有两只，我们就四 combo， 看他先打哪一只吧。我，哦，靠，全送走。哎，对，所以攻击力的斟酌比较难抓，就是这个队伍的一个危险的部分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这个蛮适合这个平民三到五 C 的转珠哈。哦，这个转 combo 数少了，就是有这个好处了，打不死他，就做一 combo 好了。我可以看到刚才两康博他是没死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再做一个两康博。哦，接下来这边算是一个小小难关哦，因为他这个走过的路径会被腐蚀，摸到就停止转珠了，所以路径是要一条龙就走过去的。你看到那个绿有没有？很像那个创前赛那个颜色。路径要走一条龙哦，一次过去哦。哦，就是不能走回头路了，跟燃烧的又不一样了。思考一下路径哦。哦，稍微绕一下是 OK 的。啊！吓我一跳。好，蛮适合像我们这种抗波数不太够的，有没有？
好，然后顺便跟大家提及一件事哦，我刚刚忘记开我们的这个玄武了哈，是属于蛮鸡排的一个现象哦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已经快死掉了。这个路径是不能回头的哦，就是没有回头路的哦，所以一走就要过去了。那、哦、非常好，玄武用不到哈、哦。嘿，对呵呵。哦，当然我们是攻击力测试，所以当然这一波就要把它来一个舒服的，才叫攻击力测试嘛。哦，由于我没办法再补了哦，所以宙斯现在只能再开了，因为他七滴哦，所以我们直接开了。来试一下这个攻击力，应该是蛮 OP 的。哦，明答对，这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哇，不行，算了。来吧，呵呵，硬要上了。哦，这样还是有八方波，嘣嘣嘣。哦，攻击力高达这个是个十百千万，哦，我也数不清了哈。总之就是一波带走了哈。由于这一次的关卡可能比较问题是第六关的腐蚀吧，哦，其他的我看起来还 OK， 所以纯色队来打应该问题不会很大哈，哦，只要小心先看好路径，血量够的话应该都可以通关。哦，所以我用了这个明达来测试一下这个暴力的一个打法，哦，给大家参考。哦，可以看到呢 ，combo 数是非常低的哈，因为太多的话怪物会死掉。哦，以上是这个哦，不是龙娘哈，按龙香崛起的分享。好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